哦，太棒了。接下来请您在欣赏一段相声，舞蹈家表演者张鹤伦、周九良。上台来啊，大伙儿都抱怨呐喊声啊，周九良，其实有喜欢的。后边啊，人家举着标语，周九良我爱你，你看看，别回头，骗你们的。给他营造一个很火的样子啊，确实很火爆，好多观众他都是奔您来的，哎，大伙儿跑，咱喜欢您的多呀，哎，不是为了这个天津德云社店庆。那要没有你演出，今天我跟你说，最少最少得损失两个观众。哎，也不是什么真的，但是喜欢他的观众，你看一二三四五到齐了，我跟你说，很多很多到齐了。今天楼上楼下的都是捧人家来的，谢谢著名的捧哏演员、大明星，哎呦就不敢当，巨星，哎呦好，高台。相声大师，哎呦，还有别的词儿吗？相声泰斗，哎呦，有个不敢，不敢当，不敢当，本本，不敢当，不敢当，大得你得相声，越说越脏了，我实在是没词儿了。那是，我形容您，我跟您说啊，对您来说，我是有一种崇拜。一呀、啊，是人家现在艺术好；二一个来说，人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啊，好多演员上台来，有的老么咔哧演的，你看那个还有烫头又什么的，我跟你讲还得化妆。您说没有哪些演员就一个对不对，人家不用啊，人家这些什么什么磨皮滤镜啊，什么美白啊，什么什么这个大眼瘦脸那些都不用，嗯，天然美。哇，就是年龄的局限，我这还美呢。哎，萝卜青菜都所爱啊，就光争自己美了吧？我觉得你漂亮。哦，谢谢。And very very beautiful. Oh, thank you. 对，像一朵 flower。哎呦，就 very very thank you。对了，一个狗尾巴 flower。别说你，没人话了又。我呀、我保持低调，但是时常也得保持点低调。哦，对。因为我喜欢他这种谦虚的感觉。哎，对，而且。知道的多，能耐大，但是低调且谦虚，性格使然。观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小先生，小先生有没有？哎，跟大伙说说小在哪里？不用那么直白了，不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管你叫小先生。我哪知道，大伙儿这个爱称。哦，大伙可能是对他不要再说了，对他的喜爱，嗯，对他爱称嘛，啊，我师傅还有什么桃，这都是观众给起的爱称，对，对不对？嗯，我很欣赏这样的人，能有自己的粉丝和团队，我欣赏你这样，嗯，你呢能不能用花那么两分钟欣赏一下我？我一直在听您说话呢，我还怎么尊重您？我已经捧你半天，你不能捧捧我吗？不，您有什么相互尊重的呀？你有什么可捧的呢？哎呦，我也没有，没有让我愣车瞎话。瞧有咱，我都不知道您干什么的，我怎么捧您？你看看，不知道我干什么？对呀、说相声的呗。哦，您也是说相声的。当然了，说演多，观众看到的只是表面啊、嗯。现在来说说相声的，考考你啊。嗯，我之前是干什么的？烤串儿的吗？我。No， 不是，在之前。穿串儿的。在之前。切肉的。离开串店。哦。谁说的保安？够了，我忍你们三次回了。我这是干什么的？保安？谁还面儿两脾气呀？怎么了？好像听保安不好听啊。安保人员。行吗？四个字，响应。安保人员。那是
过曾经的辉煌战绩，真的啊，对不对？保卫一方是吗？怎么了？我并不觉得可耻，我觉得很光荣啊。还是这保安怎么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更高大上的职业。哦，高大上的就是再往前，队长，保安队长啊。我说那是更高大上的，是一个男人都很羡慕的职业。男人都不羡慕，这是什么职业？这是，哎，看这身材。就瞧这感觉，搓澡的，别闲，全是一身油，你看，谁说搓澡的？来来来，今天来来，今天我要不让你瘦二斤回去，说我白说。搓澡的谁羡慕你呢？不是搓澡的，是在女澡堂子搓澡，那是挺羡慕你，那是挺羡慕我长得。有那么倾国倾城吗？这倒没有，对不对？您直接说得了吧，是一位舞蹈家。什么叫谁鱼的？来，再鱼一声。今天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我听说你舞蹈家。对了，你知道舞蹈家是干什么的吗？这他往这儿一个舞蹈家搓澡的。您说您是个跳舞的，就粉刺我是吗？不是粉刺，什么粉刺你？什么啊？刺我就不行？讽刺？对，讽刺我。怎么讽刺您？就是一位舞蹈家，您跳舞的。对，看着谁行？这没看过呀。我老馋这个干什么？跟你说啊，不瞒各位，是之前那也是，哎，婀娜多姿，婀娜多姿，身轻如燕，哟呵，哎，判若惊鸿，宛若游龙。谁说的游轮？要不你们上来说呀？一会儿搓澡的，一会儿游轮，保安队长，保安队长是你说的。是你我不跟各位玩笑，说太透出来那种感觉。你咱先别闹啊、哦！行，好的。真是一位舞蹈家，真的。我相信有个节目你们应该看过吧？什么节目？这就是街舞。什么节目？这就是街舞。这街舞。我就是这条街，就这条街。宜春电视台的吧？哇，提到了我的老家电视台，好荣耀啊！还街舞，对，我们东北就这么说呀，街舞那个。哎，对了，那里边有很多我的学生。啊，哪个选手啊？张艺兴。直接干导师呢？人家导师。哎呦，我学生韩庚。韩庚，您也是您的学生。对呀、啊，因为我们当时你说同一批的时候啊，我们班的班那帮人都什么人啊？对，我们班的班的，你们说出来可能都吓一跟头。哦，那我站稳了。我同桌。谁呀、啊？金星。金星，对，我同桌。人家是舞蹈家。啊，我们同桌，我们班班。他是同桌。对，我班的班啊，还有我们课代表。谁呀、啊？叫去我之灵的杨丽萍。杨丽萍，课代表。对。哎呦我天哪！杨丽萍也是你班班的。我们班班，他留级了。啊、嗯。留级了，人家还留级了。哎。这、哦、我们还有那会儿唱那个去我之灵。去我之灵。我这都到我们彼此在一块转腾啊，我一块转腾。您这是去了这营啊？这是外游击应是？出行舞蹈都有出行啊、哦，出行。对了，根据什么动物啊？哎，比方孔雀舞，它根据孔雀呀、啊。对呀、啊。最开始是小鸡呀、啊，啊，看着小鸡吃米虫，后来研究孔雀，哇天，人家灭有道义。
那是人家，哎，研究的方向不一样嘛。那你研究什么呀？你要说什么呀？我研究的方向什么呀？民族。民族？对，民族。哪民族啊？蒙古。哦，蒙古。对，蒙古大开大合的。老太太，你听过吗？这是谁？红脸向苍天，天空有多遥光。您行，您行，您这你站好了，您站好了，你跟个海参站起来似的。什么叫海参站起来呀？你怎么了？你蒙大肉虫子是蒙这一样？大开大合呀、啊！对不对？蒙古那个什么呀？大索搜集去。停！别说你又跑西藏去了，你这不藏族吗？哦，你对蒙古还有点了解，那多谢你。哦，藏那不提蒙古，藏族。哎呀，喝一点。您研究什么的呀？是蒙古还是藏族？哪儿的？哪个舞蹈都行。啊，都会。藏族舞蹈。啊。那藏族舞蹈是呀啦嗦。不对，不对，是停！你再抖出俩羊肉串来。这不是烤串的阶段。不改新疆了吗？维吾尔。新疆。大半年没哭。西瓜大有人说啊，这是内蒙古的。嗯，对，我跟你说，咱们你发现你的特点吗？啊、嗯，就咱们这少数民族舞蹈都是大开大合。啊，对，对不对？嗯，哎，国外的别人，国外的舞蹈你也研究？研究啊，比方日本，日本就不行。他怎么？他们的舞蹈小气。怎么小气？他们跳舞这样。啊因为咱们这地大物博呀，是，他们这他妈走两步出国界，对不对？他的动作小，这动作小，哦，那不还大伙儿，那都有研究。是是是，我外国舞蹈还有哪儿？肚皮舞，肚皮舞，印度肚皮舞，对，啊，哎，咱这个，对，我特意吃出来的。我天生，我跟你说，我之前我八十多斤，一个腿八十多斤，哪儿啊？我不上在这儿，不一样吗？我那时候瘦着呢，为了跳肚皮舞好看，肚皮肚小，肚子小的能跳肚皮舞吗？哦，对不对？你看你，我你就不行，我跳不了，那肚皮舞有肚子，哎，有这个，印度舞，印度舞。阿奇库里好呀好滚滴答不滚嘛好大滴滴塞给我嘛好呀大耶呀滴滴塞好大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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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懂啊，我不懂啊，这不是印度舞蹈，哎，都跳过各国舞蹈，还有那个意大利，哪儿？意大利，知道吗？嗯，芭蕾舞，谁？你什么？芭蕾舞，你扒了谁？那我扒了谁啊？你扒了谁媳妇偷你？没媳妇，你扒啊？天鹅湖。天鹅湖，天鹅湖，芭蕾，我跳王子。什么叫王子？我跳王子啊，知道吗？四脚天鹅，先找等待，等待，等待，等待。这是舞蹈，我们全聚德赞助，都有用。排一排进炉了，那是。有这舞蹈。踢着我，您不懂了，这会儿就是打盐，这叫，这是消费。
牌了吗？就起来。没有，这是天德舞，这是哎，一位手，嗯，一位手，哦，哎，二位手，嗯，三位手，就在后来我这个被那个澡堂的迎宾给学走了。他说：“哎，欢迎光临，你们请，请上二楼。”他给学走了。我们这一套都是我们的体舞蹈体系的，都是你的。对，都是我们舞蹈体系的，天天研究这个跳舞、骨骼、骨骼怎么对不对？有这个系统。您这都是古典的，现代也有啊。刚才不说了吗？这不是街舞，教那个呀，对不对？机械舞，机械舞，知道这个吗？这我知道，机械舞，太空漫步，哎，提个人吧。啊。谁？我们那个都光屁股长大那个。谁？我们俩光屁股长大。光屁股长大的。杰克逊。操。Michael。Michael。对 ，Michael。杰克逊。哎，迈克尔·杰克逊。对对对。我没理解错啊。没有。你跟他光屁股长大的。我们奔奔儿。光屁股奔奔哎。行，也您俩在一块光屁股，倒好看呢。谁说的呀？啊、我俩都白。这是。他后来是染了。哦。但是人家为了好看嘛。哦。对不对？哎，我俩那时候黑白双色。我。对，太空舞，太空漫步。对不对？有那个。你也会。啊，我跳多少年舞？哎呦，我跳多少年舞？我能不会这个吗？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不骗你，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是。我来一个，行吧？我真来一个，你会吗？这地板我有问题，这地板我有问题，看看。哎呀，有那个地板。如果你来到这里，倾听响声，无忧无虑坐在下面乐得其中。但是请别忘了鼓掌，别忘了鼓掌。你到底会不会压箱底的吗？你会吗？我真的会，轻易的不漏。可轻易不漏，因为什么呀？单独的这种舞蹈啊，不爱尝试。我会的是那种两个人的交谊舞。是什么什么交谊舞？交谊舞？啊，怎么还贸易的事儿啊？怎么还贸易的事儿啊？什么贸易的事儿啊？交际舞，我就是听。多音字，多音字，那我这多音字，对不对？啊、哦，可能我们东北人有点口音。哦，对，交谊舞嘛，交谊舞嘛，对，交谊舞，交谊舞，对，那就俩人跳，俩人跳。哎，我跟你说，我舞伴没来，我舞伴完，我舞伴要是来了，今天院你看看，哎，什么叫判若惊鸿，宛若游龙？你真会啊！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你真会吗？哎，你要说你真会啊，我真会。你那舞伴没来吗？没来。咱俩跳一回。看着咱这跳舞不是瞎跳的，得有专业的底子。咱也会点。你会点吗？有点底子。是啊。那我看你这帮子可破了。这，咱来一回，真行吗？舞厅去过。去过，见过吗？见过啊。有还有我的舞厅。是啊，有那种灯光啊，对，音响，嗯，舞池、乐池，还有那个伴奏的呀，伴奏乐的呀，伴奏的拉那个叫什么拉不断，小提琴，对，吹那个，啊，小黄金小便池，啊，那萨克斯，我们行内这么叫。哦，行，大哥，行。
拿一个银色小棒棒啊，哎，预备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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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来一回，咱来一回，来一回，好不好？行。但是出去呢，跳舞啊，都我跟一个女舞伴。对啊，交际舞嘛，一男一男一女。就听我的啊，你呢先去做个手术。我上哪儿做手术去呀？我们那老俩大老爷们儿，你跳什么呀？你要听我的，该切的地方切一切。侯杰，就在这看着男的。我就脸上你呢。咱呀，不用那么麻烦，不是一男一女的吗？对。咱分一分角色，角色扮演一下不得了吗？对不对？一男一女，我来男的，剩下你挑吧。卑鄙啊！卑鄙！给我留一个女性角色，啊、让我来这个女的是吗？你不是哥吗？哥哥哥哥，倒也行。哎，因为好多人都夸我，你看这男的长得娘们唧唧的。您就当好话听，我来这个。对。也可以，好不好？好多人啊，因为我确实之前也有的，他们缺舞伴，我跟他们扮演过，他们是看着我说，哇塞，红颜祸水。那我来这个，行，我来女性角色。对对对。好，那我姐姐呢？先扮一下这个。还扮上？戴一个小头巾，区分一下人物。对，让你看着是我是女的嘛？行，好吧。行。连脸都挡上了，连男的都看不出来，这太味儿了。他们拿着干什么了，哥们儿？我来新的，我来新的。不知道吗？这郭飞娘尿戒了。哟，家里省钱就拿过来了，这是德云社这个宝物啊，这可不能浪费了，这以后能值钱啊。那我先留着啊，我简简单单包一包头。对，哎。就大伙儿看这意思，怕您分不清啊。谁是谁？一样的。别着急，别着急，马上一撸就行了啊。来，啊，那是我的优美的小辫。啊，辫子出来了。对对，露出我修长的胳膊。修长啊？嗯。指定挣钱呢。不光修长，还反应敏捷，理工的烤鸭。嗯，好了，我跟您说说这个场景。哎，别着急，我还没到。大褂的季节啊，这个就相当于超短裙啊。您先等一会儿，裙子在哪儿啊？您这叫裙子呀？你以为屁帘呢吧？啊，长点，长点。什么意思？开气儿，真的开气儿。行了，别开气儿了，对不对？下面就成了，行，就这样了。就这是我的黑丝啊，黑丝。你给我撂！你跟要插秧似的。不是，这要树上大腿不露了吗？这东西不用了，不用了。那行吧，就这样。今天我可能打扮的比较素一点啊。是，你别进，您这够昏的了。混的有点腻啊，太腻了。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宛若游龙。哦，有游龙啊，宛若惊鸿。行了，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舞厅呢，不都有沙发吗？对啊，您是女士，您坐在沙发上，我作为男士呢，我过来请你过来，咱们一搭手开始跳，好不好？没问题，行不行？放心吧，没有错不了的事儿。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开始啊，对不对？来，您往那儿一坐就行。您起来吧，我也没带纸。那沙发呀？什么沙发呀？低度沙发。怎么的？我要把凳子坐坏吗？你这桶式的沙发呀？咱不许换道具，无实物表演吗？是无实物吗？对不对？无实物表演。坐沙发是那么坐的，那沙发怎么坐？半坐呀，找那么舒服感觉。半坐，我教你啊，半蹲。哎，坐你沙发上，沙发没有靠背的吗？有，坐一会儿。沙发有帮吗？哎，找那个舒服感觉啊，一定要舒服。
马上就要睡着的感觉。好了吗？带住了吗？带住了啊，带住了啊。嗯，我回到北京。哎，你还没出这屋呢，我就死这儿了。就你刚才看我这出，你觉得我舒服吗？啊，那你这样，你不觉得你不看着难受吗？您无所谓，您看看着怎么舒服就行，别蹲下。自己找个沙发，我这椅子小，啊，是吧？也行啊。我过来请人啊。哎，小姐，请您跳支舞。嗨！嗨！娘那么爱乐呢。小姐，请您跳支舞。我换一条腿。没有趴不过呀。小姐，请您跳支舞。别！